一二三，一三三三三三，电力还够吗？现在够了，但是它就是。你要把焊接起有通电了，有通电了，那是另外一边吗？可是它后面吗？还是快没电了，量一下电压，等一下。六伏，好，加电。可以帮我拿那个，然后让它充电。所以只要你那个 sensor 过去，它会灯会灭掉哈。OK。充饱了。充饱。啊，飞了。忘记了。开始哦，三、二、一。一，二，四，三，二，一。哎，为什么不会吸？这个呢，还够吧？有电流过去啊，为什么不会吸？我再试，三，二，一。哦，断讯了，吸过去了。好，这是放的不够深吗？是这样吗？那再一次，如果放这样子，三二一，有 OK。可是你放的不够快吗？我放的。